永和区中心里的共餐不是只有单纯的吃饭而已，现场安排更新医院健康讲座以及健康动一动等活动。里长林东颖也很感谢秀朗里里长沈四世和中心里里长吴春玉两位里长，听到中心里的共餐活动，主动表示要为长辈意见里里外外都要照顾到。今天就是为了提早庆祝母亲节啊，然后我们特别邀请了就是沈四世沈里长跟吴春玉吴里长，然后一起来办个爱心义检活动，还有免那个越南的那个爱心按摩，把这些钱捐给龙光育幼院，这样非常感谢他们的参加。而议员罗文琼则是邀请新住民朋友提供按摩服务，并将所得捐助给龙光育幼院。现场直接开立收据，秉持着你出钱我出力，希望社区各界有能力的人士一同为社会公益尽一份心力。也有一个是个爱心按摩哈，那这个我们的标语是你出钱我出力，那只要这个每十分钟按摩100块钱呢，当场我们就捐给我们的龙光育幼院。那龙光育幼院也是算是协办单位哈，现场有人马上把这个收据开给你。为了迎接母亲节的到来，中心社区发展协会提供里民色香味俱全的菜色，让长辈吃得安心健康。同时现场有来自网络社群的志工搬桌椅打菜，来回穿梭帮忙发送午餐，协助迎法族活动，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几乎大家都各行各业的老板娘，对，老板或老板娘，大家到这一天的时候，大家把时间空出来，大家就一起来这边协助，就是社区举办老人共餐，然后帮他们就是做服务，搬桌椅打菜，对，然后到最后整个收拾，然后陪老人家吃饭聊天。用餐后，里长和议员还送上小蛋糕和花束给予祝福，期盼长辈们能有开心的母亲节，共享相聚时光。中央新闻杨昭郑世渊永和报道。